穿好了吗，大宝？赶紧的呀，一天天的磨磨唧唧的，准备好了我们上学呀。拿书包去，快点，赶紧的。哎，妹妹都在这穿鞋呢，你看你多乖呀。书包呢？拿着啊，快点。帽子呢？帽子还没戴呢。帽子哪了？今天我们来戴这个米色的这个小帽子，你看上边还有一个小蝴蝶结，好可爱的，是不是？防风又保暖，看了吗？这个东西这有一个眼儿，把它插进里边去，你看这样多漂亮啊！既能当小围脖，而且这个还防风，是不是？再戴一个口罩就完美了。去吧，背书包，赶紧走吧，走，穿鞋子去了。你妹妹都鞋子穿完了。我的天哪！你妹妹你干啥呢？你这脚怎么还朝上了？头怎么还朝下了？你在这干啥呢？赶紧起来，快走！你好笨呀，鞋都穿不上。妈妈刚夸了你，你再过来，妈妈给你穿。过来。哎呦天哪！你看你的鞋还带拧的呢。来，抬脚，哎，这不就穿上了吗？把它拧进去，哎，这个也把它拧到里面去，完美了。走，出发了。